我叫 Tina， 我来自于 DX， 我们已经在 Lazada 平台上面开设了九家店铺，我们主要主营平板、手机、相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，我们主要的市场是南美以及欧洲地区。 DX Dream 想要发展新的市场，我们发现 Lazada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东南亚的市场，所以我们通过 Lazada 的网站联系到了 Lazada 团队。 Lazada 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去拓展东南亚的市场，而且 Lazada 网站每天都有上百万的一个客户访问量，我相信 Lazada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提高销量。我们的店铺首先在马来西亚平台上线，上线之后我们的销售增长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后续就扩展到Lazada 其他的国家，比如说新加坡、菲律宾以及泰国。 Lazada 团队给我们培训那怎样实验斯利森的后台，在斯利森的后台我们能够很好的管理我们产品的上架、订单的发运等等。我在 Lazada 最好的体验是 Lazada 的 Account Manager 能够帮助我们卖家做一些大型的推广活动，比如双十一活动、双十二活动，在这两天活动之中，我们的销售额相比以往都上涨了4倍以上。我给 Lazada 平台新卖家的建议是上架更多的产品将会带来更多的销量。